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，就是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。对呀，作为一个基因学家，您怎么看？我们解读了人的基因组，就好像把潘多拉盒子打开了。那这里边出来的有神仙，也有妖怪。我们最终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要造福人类，要尊重每一个人，要尊重生命。技术它是一把双刃剑，等它用到社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大众伦理、道德、法律，所有这些社会要素都来参与，都来决定我们怎么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。这像我们的伏羲女娲图看到的一样，一定要有规矩，也一定要守规矩。说得特别好。伏羲女娲图它有各种各样的面孔，每个人的长相都不一样，服饰不一样，甚至交尾的形式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，规和矩。您说的对，好像冥冥当中高昌的画匠们也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改的，但是有规矩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改。